好，咁啊，赛事进入后半段啦，咁我哋依然啊都系有七位玩家喺度。咁啊，到依家都未有人起身啦，咁啊，都系一片混战啊。冇错，好有韧力啊！今次之前嗰几次初赛都头两三个 blind 都有人输咗，有人头一两铺就起身添。系啊，系啊。我記得之前唔知有一鋪一開就骷髏撞蛇咁，係啦係啦。第一鋪定第二鋪嘅，今次算大家好有韌力。咁阿江 raise 到去1900，前位拎住 pair 七喎，吸手七啊江啊。後邊有邊個有牌咧？阿 J 會唔會跟咧？我2200。阿 J King 十。re-raise 2200，即系加350啫。我已经2250都啱噶啦，都系呢啲牌噶啦。King 十，咁阿江加300几，佢都要 call 噶啦。好，阿江 call 咗。King 十对77，5波啦。50/50，睇下边个好运啊！呢铺 flip 赢啦。咁啊 ，J。King 十對住阿江 pair 七，睇下個 flop， 一 flop 煙六 Jack， 仲係 pair 七領先啊！五仔冇用，仲係 pair 七 River Jack， 哇 ！King 十中一條蛇啊！咁啊 ，King 十其實中 King 十或者 Jack 都會贏啊！嗯，總之開大大嗰邊就贏啦。哦，阿江頂到去個第四隻啊 ，pair 七，咁啊 J 啊掙扎成功啦，成功 double up 上翻4000几啦，啊5000几添啊，加埋啲 blind， 咁啊延續佢嘅參賽時間，冇錯，阿江都冇計啦，咁你七七。人哋加你300，你真系要去嘅，系合理嘅。flip 输冇办法嘅呢啲。哇！呢铺有啲撞牌啊。嗯。两个烟十啊。1900。啊 ，Tommy 90 raise 咗啦。九点。系啊，嗱，我都九点百加落九点。系啊，九点靓嘢嚟啊。好，而家 fold 剩阿江。Big blind 嘅 fold 埋，咦，成功偷曬啲盲注啊！而家偷偷都千二噶啦，系咯，个班应该到800-400啦。系啊，400-800咁啊，偷偷千二揸好远噶，偷几铺，系咪啊？嗱 ，Tommy 攞啲九点系咪 raise 咯？嗯，真系噶。死啦！我哋依家咁样将佢嘅战术咁样公开咗出嚟，佢会嬲嘅。喂，你睇嚟之后要转一转。喂，你讲晒出嚟，而家冇啦，个个嚟同我玩都知啦，咁样啊。系啊，呢轮啊 ，Tommy 唔好玩百家乐住啦，玩 Blackjack， 玩 Blackjack 先啦，攞下啲烟 king 啊、烟 jack 啊嗰啲，嗰啲喺 poker 比较有用啊。我继续系4888啊，三号位嘅 Daniel 攞住烟八梅花。Dave 就 pair 四不騰位啊，好煙八梅花 raise 到去800，打到幾多啊？誒 call 嚟嘅啫 ，sorry 啊 ，call 800煙八 call 咗，不騰位 pair 四直接 fold 啊！我哋都有講過啦，細 pair 有陣時係唔抵玩嘅。係啊，你一 flop pair 四多數三隻大過你嘅啦，咁你唔中三條。人哋一打你都系要 fold 啊，咁你不如而家悭翻嗰800-900啊 ，king king 六啊一 flop 冇人中啊 ，A side 嘅 Daniel 领先，累都冇，阿江 check Tommy check check 晒 ，River 出埋 Jack 十，冇人有嘢喎，睇下冇人够胆偷啦 ，check check。check 曬咁啊，煙 high 領先到尾啦。煙八梅花，
咁啊，黏咗入嚟，跟住 check 到尾啦，大家都 King Queen 十呢铺边个偷啊，边个有噶啦？系啦，不过冇人够胆喐。我都觉得 Daniel 位置上有着数啦，但系可能佢真系冇参加比赛嘅经验咧，就我都觉得佢应该有啲嘢可以做嘅，但系就好似就有啲错过咗呢个机会。咁啊，咁巧呢铺又系 In High， 佢都系咪都攞到？Stop play at the end of the current hand. 好，我哋又见到阿 Kim 又拎住靓牌喎 ，King 十葵先，冇错，二号位嘅 John 又 In Jack 啦 ，Tommy In 九啦。啊，同我都留意到咧，阿江咧佢嘅习惯系去到佢先至掀自己手牌。系，喂，呢个好习惯嚟噶。因为你去到轮到你，你先睇牌咧，人哋对手冇得预先 read 到你嘅表情啊嘛。因为你睇完个牌，你会即刻有啲反应啊嘛，个人。我吸咗烟咁，即刻唔同咗个样。咁如果你未睇嘅，你冇任何反应俾佢睇到，吓呢个系好嘅习惯嚟嘅。系，所以大家都见到阿江嗰啲手牌系，即系喺我哋条片度都系特别迟出嘅，因为佢唔到 last 嗰个 moment， 佢都唔揭俾我哋睇。系啊，啱嘅，啱嘅。咁啊，千六三加一个 min race 入晒啦，烟九 Tommy， 咁啊二号位嘅 John 烟积，仲有阿 Kim King 十嘅 Queen 四七冇人中啊，唔烟听嘅可以 Ace Jack 领先啊，依然系 John， 好 John Ace Jack check 埋。有位置 Kim 會唔會偷咧？傾十葵先，做唔做事咧？佢阿 Kim 好難估噶 ，so far 我哋都好難估到佢做乜。嗯，打個兩千，接唔到啦，成功偷雞，位置嘅威力啊！最後威你哋 check 曬咁我打啦，即系我有 Queen 啦，你冇嚇。嗯，位置同膽量啦，冇錯，係啊，你有陣時你有呢個位置，你都唔一定夠膽做呢件事。係啦。The small blind is 500 and the big blind is 1000。好啦，咁啊，現場咧就係放完 break 翻嚟啦，咁個大細萬就已經去到500-1000，就非常大噶啦。開始進入最後直路啦，差唔多。係啦。同埋咧，我哋即系依家考慮到，我哋仲有七個玩家都喺曬度嘛，咁啊每人一開始抽萬籌碼啦，咁即係其實冇一個特別領先嘅人嘅呢度，係噶，即係大家可能都係慢鬆啲，可能20000你已經係做緊 cheap leader 啦。咁我哋之前都一路教大家啦，如果玩 tournament 嘅話，你有十個 big blind 左右嘅籌碼到咧，你就要考慮 all in 嘅啦，係啦，要考慮埋後路啦，咁樣，咁所以就睇下。当我 blind 去到呢个时候咧，大家会唔会再进取啲啦？或者会有啲咩事情发生？嗯，我睇啊，应该会啦。好 ，Tommy button 500 call 咗个1000，系嗱 ，Tommy 又玩呢500啦，睇下佢中唔中啦。有啦，已经有只八喺度啦。嗱 ，top pair， 我问你死未？咁Daniel 都有只六嘅，玩啲细牌真系 Tommy 嘅绝招啊！加埋个 button， 咁佢又唔系乱咁嚟嘅，佢有 button 先玩嘅。嗯，啊，就算个牌唔中都有个位置，都仲有啲渣拿。系啊，何况佢真系有个 top pair 而家，2500够晒力噶啦，正常就。咁啊 ，John 而家谂，阿 J 谂紧啊，接唔接啊 ？Queen Jack 两只 over， 当你 pair 八，我都仲可以中 Queen Jack。嗯，佢会唔会搏咧？唔搏啦，好唔搏啦。Tommy 成功500 offsuit 又搞掂，好嘢！一个好清楚嘅 game plan 啦，我觉得系，即系老系啦，玩开嘅玩家就会有一个好清楚自己知道，我应该要点样做，有啲乜嘢我应该要好好把握咁样。诶，咁啊，亦都同大家讲下，大家见到阿 John 嘅手牌，我哋系 show 唔到出嚟嘅，因为又系遇到啲技术上面嘅错误啦，系啦，咁啊，所以我哋就大家一齐估下啦，系啦，又再次嚟到呢个游戏啦。阿 John 讲紧拎住啲咩牌咧？咁样，点解佢会做呢个 action 咧？咁样，冇错，间唔中睇唔到牌，估下都几好玩。
系啊，同佢一齐紧张下啦。尤其是佢玩紧嗰时候，嗯，啊，我哋一齐代入下。如果系你，你会唔会跟咧？咁啊，我话 Dave 有 pair 五，三号位嘅 Daniel 烟九，咁啊 J 又积六 ，Flop 开出嚟倾八四，冇人中啊，开到只八出嚟点 turn？八仔冇人中咁啊，对啊 ，Dave 又嚟啦 ，pair 五嘅 Dave 又嚟啦，Dave 打个两千，有位置有牌，我成功攞咗呢个 pot。其实玩到呢度，我哋都几明显地睇到有玩开同冇玩开嘅玩家喺操作上面嘅分别。系噶，系啦，真系有几个你见到佢，即系佢知道自己做紧咩嘅。系啊，唔系乱嚟嘅。有啲经验少、较为少嘅咧，就变得好被动啦，就真系可能要有牌先至够胆做啲乜嘢。系啊，咁啊 ，value 亦都未必拎到尽啦。冇错。系啦。就相對嚟一定蝕底啲噶啦，呢啲就冇錯，呢啲全部技術位咯。你每樣蝕少少，你成個 game 入邊你就蝕好多噶啦。但我哋鼓勵噶，即係我哋鼓勵大家要，就算你係新手都好，即係我哋搞呢個比賽嘅目的之一就係想俾啲新手參加下比賽嘛，係咪？咁你話嘢嘢都要玩到即係要有名有姓，你先至走出去就係咯，冇呢個機會啊，唔係成日有啲機會噶嘛。咁喺呢啲位感受下個比賽氣氛，了解下比賽究竟係咩一回事啊嘛，大家多啲玩。啊！德州扑克嘅比賽又好，或者自己同啲 friend 玩下又好，咁呢個都是我哋搞呢一個比賽嘅目的嚟嘅。冇錯。好啦，阿 J 又再 all in 啦。All in pair 四啊！喺細盲位，二千七。後位嘅 John 打咗個一千，跟住佢 check raise all in 二千七。咁啊 ，J 煙八接唔接到咧？一 pair 都冇啊！攜線就要開多兩隻。博个后门花，会唔会因为大家都唔多噶筹码？系啊，加多千七，即系千七按头，都有啲吃力，跟唔跟到咧？但系千七又比较平，系嘛？出边都成几多啊？五六千几啦，即系你加多千几，博六七千。咁六七倍、六五倍、六倍，你有十零 percent 都抵搏，但系你有冇十零 percent 咧？你要谂。可以啊。我因为我冇就咩。阿庄就决定开咗自己啲牌，但系唔跟。full 系啦，佢系 full 咗嘅。俾你睇烟八 full 啊 ，good full 嚟啊，系落后啊。人哋有 pair 啊嘛。嗯 ，good fold 嚟嘅，虽然千七咁平都唔跟，咁啊正确决定啦，暂时正确啦，唔知啊，可能turn开烟或者八，系冇人知嘅，暂时正确，打破就系咁啊，你嗰一刻正确就足够噶啦。有阵时你嘢嘢都要挨到最尾先，即系俾自己，我就系唔认命，我最好挨到最后尾，你就输到死。冇错啊，即系你根据嗰时嘅条件，你嗰下判决系啱咧，就算之后唔好彩开翻出嚟，都唔使理嘅。系系啊，你嗰下决定正确就足够啊。反而有阵时你就系死硬颈啊，要睇到尾咧就惨啦。嗯，冇错。我哋见到 Daniel 拎住靓牌噃 ，King 十喺呢一铺就已经算系好靓啊！咁啊，食住晒人哋啦，系啦，咁啊，同大晒埋一齐黏咗入去啦。Flop 开出嚟 Q 四二，冇人中，开咗只二，就冇人中啊！都系 King High， 都系 King High 领先啊！哎呦，开咗只七出嚟，阿 Kim 中咗只七啦。和牌中嘅七即刻出手啦，攞到一千啫。佢都知道自己领先啦，呢个一千啊，最低消费嚟。系啦，咁啊，无惊无险。佢都知道自己领先啦，
七仔。暫時咁樣睇落去，我覺得我哋呢一場嘅參賽者都係似乎喺個 flop 開咗之後嘅，大家 action 就驟減。P flop 啊，好多嘢做嚇。個 flop 一開就大家 check 啦。flop 咗緊啲，去到尾咁樣。flop 咗之後比較保守啊。好，呢一鋪就似乎大家都麻麻地啦，冇錯，睇下 J 好似想喐又唔喐，冇啦，大細盲，剩翻大細盲啦，咁啊 call 咗，阿 Dave call 咗，睇下阿江 check 咗，三四對 Queen 五啊，三四 Queen 五冇人中，兩隻紅心一隻街磚。Flop check check turn jack 咁啊，江而家就有个两头蛇博啦。六仔咁啊，由头到尾都 check 都冇人中啦。Queen high check 到尾收 pot。Queen high 可唔可以开牌？唔一定。可以唔开？可以唔开？唔开就攞钱嚟用啦。冇乜特別啦，呢鋪小大盲 check 到尾。咁啊，呢鋪嚟到阿江小盲 ，Tommy 大盲啦。每次個 button 嚟到呢邊咧，我都好期待啊，因為就嚟又又嚟又到阿 Tommy button。睇下 Tommy 拎啲乜嘢？睇下佢又玩三六。四五八嗰啲都系噶，其实你而家咁样数一数，其实阿 Tommy 嘅参与率系唔高噶。佢就系玩嗰啲细牌，玩咗几铺啫嘛，全部都中，全部都收匹。佢依家大麻烦拎住 King 三啊 ，Tommy。咁啊，然后呢啲咁 King 三佢唔玩，有 King 有公仔喎。系啊 ，King 三佢唔玩啊。系啊，阿江喺细麻烦就拎住烟二嘅提示。冇错，呢个二号位嘅 John all in 咗啦 ，King Queen。看看阿江或者 Tommy 會唔會接啦？阿江有隻煙啊，接咗。Tommy King 三加多千六會唔會接咧？佢係同花嘅King 三，好接埋。哦，咁啊 ，John 二號位 John 有機會三倍喎。係啦。好，祝佢好運啦。咁啊，如果阿江同阿 Tommy 就再接住落嚟，再 bet 落去，就會有 side pot 出現啦。冇錯。一 flop 阿江有隻煙啦，咁啊 John 都仲有希望嘅，博緊十仔蛇，而家博埋花添啦 ，check 曬啊，入到，哎呦，哎紅心 queen 啊 John 搞掂，連開幾隻紅心，花咗。好啦，咁啊 pair 煙同傾三都冇用啦。咁啊真係成功啊，成功 triple。三倍啊，犀利犀利。King Queen 唔使中 pair， 有一隻紅心 Queen 搞掂。厲害。睇嚟今晚要不停，都係因為你，所以有一半人走。咁啊，江同 Tommy 都冇咩 action 啦，頭先一路 check 到尾算數。佢有隻煙都唔打啦，江。一路穩陣 check。不過如果 Tommy 打他都會 call 的，但他 check call 咯，就不會自己衝出嚟打。都見到幾個短碼的 all in 咧，都成功翻身，全部都成功。係啦，一路堅持下去，係啦。意志好堅毅啊！睇下邊個頂唔住先啦。我呢波見到 Dave 就拎住 P 五嘅吸手五，冇錯。前位阿 Daniel call 咗千四啊，傾九。call。阿 Dave pair 五都 call， 哎呀，江有牌啦呢铺。Aces 啊，两只黑色烟会 raise 到几多咧 ？All in。raise 到 all in 啦。出边已经有几个千四喺度噶啦。
淨係立啲盲注都好開心噶啦。嗯，淨係立盲注都幾多？幾乎 double 啦，四千五千，差唔多五千啦，淨係立盲注都。咁啊，推咗個七千 all in 啦，吸手煙，剩翻 pair 五嘅 Dave 諗緊 pair 五要加多五千幾啊，都有啲壓力。都是不大啦，同埋而家一對一佢要估啊，江係咪嗰啲煙傾啊、煙女啊嗰啲啦。嗯，如果嗰啲咧就五十五十，佢仲要領先少少添。嗯，咁啊，佢要而家估計一下，面對住嘅係煙傾啊，定係一個大 pair 啦。嗯，選擇科啊。咦，咁啊，江成功。拿了很多盲注回来，千四拿了三个。刚才这局其实就是考紧 Dave 咧，有冇喺之前的局面看到阿江的习惯啊？究竟佢系咩情况之下会落呢个注码咧？冇错冇错，佢都个 range 系咩？系啊，同阿江打到都而家打咗成差唔多一个钟啦，个几钟啊，打咗个几钟啦，咁。你個幾鐘之內，如果你都仲未摸到個對手咧，咁你就即係你唔夠人打，嚇、嗯啊！所以你通常呢啲要喺啲正常半個鐘、一個鐘，你要開始摸到對手打法噶啦，都仲未摸到就要快啲噶啦。如果唔係就因為對手開始知道你噶啦，嗯，尤其啲老手啦，老手們就一定知噶、啊。半個鐘、一個鐘知道噶啦，同你一路坐喺度打。我呢铺阿 Kim 啊拎住吸手七就 raise 到2800，一个 min raise 嚟嘅。咁啊 button 位啊嗱 ，Tommy King Queen 啊 button 位，系咪唔玩啊？佢会可能真系唔玩。我期待佢睇下佢点样发挥啊！呢铺阿江个烟十，考虑紧阿江，嗯 ，min raise 到2800，烟十 call 咗阿江，嗱都话 Tommy 唔玩噶啦呢啲，真系、哦，你真系摸得佢好透啊，我系 friend 嚟噶，真系，我真系摸得佢好透啊，都话佢最大玩八仔嘅啫，佢九啊嗰啲已经好尽噶啦，即系。超出咗佢範圍啦，已經全台唯一一個見到公仔唔開心嘅人。係啊，佢唔中意玩呢啲。咦，麥龍，佢話佢打喺百家樂傾邊麥龍，我唔要。哇 ，flop 一開，阿江就中咗只煙啦。好嘢喎，江有預感啊，煙十 call 落去搞掂有隻煙，打槍成功 take down， 成功啦，咁啊都唔反抗啦。你冇得反抗噶啦，一反抗要打曬成棟噶啦。嗯。打曬成棟就係估人哋冇煙，咁啊唔係好划算啦。咁啊嚟到真係中後段啦，都未有人起身，就真係大家就真係好平均啊啲籌碼。冇錯，即係少嘅都有幾千銀嘅時候。冇錯。咁啊變咗你個操作空間就少咗啦，當你個盲越嚟越大啦，係咪？我 raise min raise 到2800啦，都已經。嗯，直到開始有啲玩家輸咗啦，有。啲籌碼合體啦，系啦，咁嗰時開始有得操作啦。哇！呢一鋪啊，大家啲手牌都非常麻麻啊。冇錯，不騰位又冇操作空間。不騰位 John 就咁攬入嚟千四 ，small blind 就唔去。好 ，big blind 啊 ，J 就 check 咗。好、哦、，flop king king 四，咁啊 J check 咗先啦，后边位 John 都 check 埋，开多只四喎，咁啊大家都冇，咁啊斗 kicker 啦，前位嘅五七咁啊乜都冇得做噶啦呢铺 ，check 埋，后位嘅 John。有啲操作空間啦，大家都 check 曬入去啊，即係大家都唔中嘅啦，應該。佢就算冇牌都有權偷一偷啊！呢下。係啊。1400。
打个 min bet 千四，咁啊五七都唔好搞咁多嘢啦，都冇嘢搞。你拎几多出嚟，我谂佢都掉走噶啦。系啊，总之你话 bet 佢就走啦，都唔使讲个数目字啦。即系个七蟹，佢都系焗住入嚟啦嘛，佢 big blind。佢都系逼住先入嚟嘅，都系谂住睇下啫。咁就系咯。其实你可能你前面你 flop 又好，或者 turn 又好，阿 John 肯拎钱出嚟嘅话，佢都走咗。系啊，边咧边条街一话 bet 就走咗噶啦。呢啲牌五七又冇位，中啊中唔中就几时都掉噶啦。嗯。中都仲要中得好硬先至有得玩。你中个 pair 七都唔知赢定输。嗯。系嘛？我呢铺大家比较靓嘅就系 button 位，阿 Daniel 拎住 Queen Jack 啦，然后细盲阿 J 就拎住烟十嘅，冇错。咁阿江都有烟类，系、哦，但系 Tommy 有五七、哦，系啦，佢唔系 button 咯，所以就佢接近。嗱，佢唔玩啦 button， 即系佢都系好有理性嘅，佢唔系乱一见到五七，佢好有坚持。系后位 button 可以玩就玩咯，系啊。好有理性嘅，佢中意玩細牌得嚟，都唔係亂嚟。佢就坐好耐，等一鋪，當天時地利人和都喺度嘅時候就斬你啦。冇錯冇錯，我小盲嘅 J 推咗個 all in 5300，5300喺我哋阿江 call 埋啦 ，raise 咗五千幾 min raise 翻佢都預咗接嘅。都算係大手交易咯，今次。冇錯，睇下嗱呢鋪。应该要赢啦，个阿江烟雷对住烟十，睇阿江赢唔赢到呢铺啊？应该要赢嘅，睇赢唔赢到啦。一开三只梅花，哇 ！J 梅花捉紧哦，冇事，有冇开梅花？哇！两头蛇梅花捉十仔，阿 J 好多勾啊！沒都是 Ace Queen， 都冇。嗱，即系黑色啊，吓人嘅，真系好多勾啊！佢两头蛇，中十仔又得，梅花任何梅花又得。嗯，捉始终系捉啦。咁就唔理就唔理啦。冇办法，你得你十几廿个勾，中就唔中啦。咁啊，阿 J 就成为咗我哋第一位啊，第七场初赛里面第一位起身嘅。玩家啦，多谢佢参加啦。卒之有第一位参加嘅参赛者起身啦。系啦，会唔会打通我哋呢个局面呢？冇错，卒之打破咗啦。咁啊，剩翻六位参加者。哇，今场真系好犀利啊！嚟到七百千四先第一位八。系啊，大家都坚持咗好耐啊。七百千四先至输第一位玩家，大家都好犀利啊！今场开头得一万嘅啫嘛。系啊，而家 big blind 都千四啦。大家好有韌力啊！呢铺咁啊，几铺嗰啲 short stack 短码全部 double up 成功啦。嗯。好啊 ，Dave check 咗啦 ，big blind。系啦，咁啊，睇下 John Lim 入嚟究竟系估下啦，究竟拎住啲咩呢？九十三，咁啊 ，Dave 五四，九十个范围就。比较接近阿 John 加住嗰啲范围啊，佢再打多枪啊，千四，冇错，咁咪 take down 啦，合理嘅都系啦 ，exactly 系好似我哋啱先咁讲啦，大盲系被逼入嚟噶嘛，系系啦，咁所以你拎几多唔中嘅话，佢就一定系你拎几多出嚟，佢都一定掉走佢嘅，冇错冇错。